黑涩会美眉出道的鬼鬼吴映洁日前正式签约韩国知名娱乐公司 CJ E&M， 宣布将进军韩国演艺圈，预计七月份发行专辑。后来更拍摄了多款宣传照，让大家见识到古灵精怪的鬼鬼真的长大了。她撩起微卷的头发，穿上短窄裙的性感模样，让粉丝惊呼好有女人味，美爆了。还有许多粉丝表示，这一系列的照片都超韩风。近日鬼鬼又在脸书上分享自己白色情人节工作的花絮照，只见鬼鬼绑着一头俏丽的马尾，穿着牛仔外套，随性的蹲在路边，让工作人员帮他梳理打扮。如此率性自然的模样被粉丝大赞，鬼鬼连侧拍也超美，更为他加油打气，期待鬼鬼日后推出好作品。